对通十字来了，这是亚洲最大的卖面的夜市，整个夜市只卖一种食品，就是叫汇通面。来看看呀，壮观不壮观？整个夜市只卖这一种面，家家都卖的是汇通面。看，家家都是汇通面，但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。还有肉夹馍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菜哥的。八块。这是醋是吧？对。油泼辣子。再来点。微信收款八元。蒜，还看着还挺有食欲的。这边这是肉夹馍，还有菜夹馍。那锅盔牙子是加肉还是加菜的？加啥都可以，加肉加菜都可以。那你给我加个菜的吧。花干菜啊、不要花干，光要菜。拿牙子夹还拿手拿牙子夹，要一个啊。拿肉夹馍锅盔牙子，加夹馍，咱就不要。肉也不要吗？不要肉，就要菜。多来点辣子。微信收款五元。来看看。微信收款十四元。你给我拿个塑料袋装一下。我想跟你说，加塞都塞不进去啊！没事，我每次来都要来买这家熏肉大饼。人呢？一个。这饼是要放在这，热油锅里面，给它炸透，顺便也是加热的过程。哇的，我都闻到香味了，好了，然后抹酱，抹点酱，抹点酱，然后这是对剁好的熏肉，然后最后呢还要加点葱丝，对的，哇，哎呀，我特别想吃这会儿。我想这口想了好久了。加上切成小块，然后装在那个盒子里面带走。最终我们决定一边吃烤肉一边吃汇通面。来，坐盆里边啊。啊，杨姐，这边咱去哪？坐里面还是坐外面？就外面也不冷，要不就坐外面，坐那桌，坐这儿吧。啊，坐这儿吧。可以坐。顷刻间的功夫，我们已经买了这么一大堆了。你们觉得我们两个人能吃完吗？这也就是刚才买那菜疙瘩。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菜疙瘩？我先尝一口啊。真的蛮好吃的，好吃嘞！不骗你，真的好吃。不错。我再给你们尝尝这熏肉大饼啊，看，满满的熏肉，还有葱丝儿。加块小的吧，这个大的一口塞嘴里显得太不文雅了。相当的哇塞。这是我们要的烤串、烤鱿鱼。
快吃，可好吃了，好吃，就是有点凉了。哎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是不是？好吃。烤肉，他不吃，所以我只要了五串。烤肉、烤鸡儿都上来了，我还是想吃底下的烤鱿鱼。我觉得他家烤鱿鱼真的挺好吃的。尝鲜了，咋样？我想吃那个肉，羊肉哈。嗯。羊肉你一口都不吃吗？我尝一点。我准备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左右开工。原来一你那个花枝一嘛，不是的，不是啊，那个点的确实是不一样，不是点的，不是。好，整出来摘出来，你说。一豆腐，绿豆腐。那个东西，我觉得我不信儿。啊，好，再拿点蒜。没啥要吧？他不给我拿三串肥肠吧？手抓回头面。不要。这是拿筷子。终于发现了，终于发现他没有给我筷子，我用这两根签子。你是不是都没吃过这个？我没吃过烤肥肠。烤肥肠，但太黑了，你们可能看不清楚。你给我筷子。嗯。好吃吗？这个就是有名的汇通面，就是这个夜市卖的唯一的一种面食。这个夜市也是因为这个面火起来的，它这全部都是手工面，然后里面有这个白菜，有这土豆块，还有一些肉，就跟我烧那肉臊子差不多。啊，不说了，我要开吃了啊！我先尝一口这个面啊，这面可筋道了，这是拌过的，烧出来拌完了。我再让他拿个小碗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感觉一下。不停的点头，想这口好久了，太罪恶了。啊，我正在减肥。你瘦成啥样了还减肥？你要不要气死我了你？你我真的太好吃了，我控制不住了。不要觉得罪恶，活着都挺不容易的，能多吃一口就多吃一口吧。在还能吃下的情况下，就多吃点吧。对呀，还能吃多少年嘛？是不是也吃不了多少年了？能吃多少？要不能多吃一口就多吃一口。要不什么玩意儿？生蚝要两个吧，要两个吧。你还记得你那次？欺负我那次？不光让你吃。嗯。又要了两个烤生蚝，俺们俩一人一个。我今天没喝冰峰，我喝的是这个酸梅汤。冰峰那气儿太大了，所以我就没要冰峰，要了个酸梅汤。生蚝多大？哇塞，好肥啊！好肥啊！我给你配个音。生蚝。都在的，
对啊。见不到下面没有来，我们请我们老师。香不？你觉得我不会说的话？哎，我这块肉也可大了。这块肉也可大了。一口吃了，太烫了。没事儿。不过好像是比咱上次咱那边吃的好吃啊。满足吧，满足。老有人说我吃的多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一碗面没吃完，一份菜疙瘩没吃完，烤肉也没吃完，只是把这个熏肉大饼给吃完了，然后买的这个锅盔鸭子加菜连动都没动，喝了一罐汽水，然后一人吃了一个生蚝，这些是我们两个人吃的啊、哦！不要再说我吃的多了，吃了这么多东西花了91，可以啊。吃不吃蓝莓？不吃，我想吃榴莲，你给我买不？买，来榴莲呢？榴莲呢？当天榴莲？真的啊？真的。我给你买一小盒，在这儿。啊，麻烦了。柠檬，我给你拿个大的。哎，小的就行了。哪个嘛？就这个最小的嘛。这个。要不然也吃不完。在那边。这是新鲜的。都是现剥现卖的。快去拿。给你拿个大的吧。哎，小的，大的吃不完。这边的话都是现剥现卖的。早说嘛。就。不是，就这点追求。